以色列是一个干旱少雨的沙漠国家，整个国土面积有 50% 以上是沙漠，年降雨量不超过100毫米，水资源匮乏，曾经是制约以色列发展的最大屏障。但是他们并没有以此客观条件为借口而停止进步，反而他们的农业专家们积极研究，最终将沙漠变成了农业重地。如今的以色列已经在沙漠中实现了农业种植，而且有大量的蔬菜水果出口到欧洲，成为了世界农业发达国家。那么他们是如何在沙漠中实现蔬菜种植的呢？智能滴灌埋灌技术功不可没，在种植之前利用机器将滴管埋入土中，滴管和接头处安装有各种传感器，传感器将位置信息、水压、水流速度、水分、养分含量等各种数据传送到后台，通过软件进行综合分析，从而能够实现准确的调整水压、水流等，保证滴灌到土壤中的水不多一滴也不少一滴，实现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，这就是埋灌技术。当然还有一种安装在地面上的滴灌技术，蔬菜种植后菜地上安装滴灌系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的滴管还可以实现回收再利用，杜绝了塑料污染。除了露天种植之外，以色列的阳光棚种菜技术也是全球领先的，在这里面从播种、育苗、日常管理到采收，全部实现自动化、智能化。一个阳光棚就是一座现代化的蔬菜生产工厂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从这个案例中给我们带来几点重要的思考。第一，农业要进步发展，不能再以客观条件为借口而不去做改变，只要狠下决心，是可以实现质的改变的，以色列的农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第二，农业要发展，必须要用先进的工业和数字信息技术进行反向驱动，才能开创农业发展的新天地。第三，以色列先进的滴灌埋灌技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，可以推广应用到我国广大的干旱地区，改变当地的农业种植模式，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。好了，我是蓝谈，关注我，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、新模式。